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18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，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，病了18年，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。耶稣看见，便叫过她来，对她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于是用2只手按着她，她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于神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，有6日应当做工，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主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耶稣说这话，他的敌人都惭愧了，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。耶稣说，神的国好像什么？我拿什么来比较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，长大成树，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。又说，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？好比面酵，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，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，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
正当那时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：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耶稣说：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，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虽然这样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